他最终呢，因为他台湾人嘛，这个我们最注意的。这种叉也塞，也塞过。水也是红的啦，叉你知啦吼，叉是特殊的吧？不用切，拢最终。拢最尾尾尾，这三条尾。OK， 六十个嘛吼。开会超神秘的哈。这不会啦，我水较侪，先跟你讲，你要几条啦？唔好了。你吃饭惯习，我今日。阿姐啊，你要切无？哎呦，我吃好吃，你要切吗？吃好吃了，都好吃啊，大小颗而已。那大的八十的。两杯的嘛。哎，两两百，完全无贵了。还六十的。所以我要跟你讲，我今日唔敢吃。好，别拜拜。啊，这条对条。好，那你两个都切。啊，对。